站进去视野。看这波一血啊，首先是花海吃到了一个榜，但是回过头，老都有看。来，坦然传下来，主动动手，再来一刀，两个灰残，这波想闪现加大招规避能走掉。千城这波很极限，大闪拨过去，青柔极限距离，青柔收掉了斩波。到目前为止，每一个红 buff 都碰到了手里，哎呦，这一波秒了，直接秒掉，不然很凉。老李二技能顶一下，龙纳斯回头给一个大招，但是子阳也放了这个大招，闪现逼出来，一直的攻速力在旁边，直接跟上，还打到隧道，给直接跟点，一个人追着三个打，而且还杀掉了千城的主 C， 是的，没捆到，但是一直拉到了人，吕布跳大，直接把人逼走，再来一个大闪，又拨掉了青青，老夫子阵亡。哦，这一波